纪念的我们的购物布袋哈，也是跟我们的大师享乐堂去做联名的哦。哇哦！有没有看过？大家都在南部哈，都在线上追踪我们的哦，人气网红我们的柳柳，今天在我们的桃园大溪商业堂终于见到他本人了，哇塞，哇，网红出去果然不一样，相机都直接拿出来了啊，是的，学生哦。我们的协会单位，今天的哦，有钱助力，有力成全，谢谢。